釋翻先，一陣間註冊官入嚟嘅時候，你兩温要起立㗎。咁我就會有提示俾你哋。咁註冊官講完嘅誓詞之後，你哋兩温要交換戒指啦，跟住祈求花千佛啊咁樣，我會提點你哋。戴戒指就係左手第四隻手指，有冇問題？咁我哋就會叫我哋註冊官係咁，或者新娘子個花都可以睇，得未得？簽完轉翻，一陣間完曬嘅東西，你哋可以揸翻嚟轉翻影相啊嘛。嗱，咁但係因為機器有啲係隱形嘅，所以以我哋為主咯。咁但係完咗儀式之後，我乜都冇點過。完咗儀式之後咧，咁就你哋再影翻相。阿新娘講唔緊要，嗱都十個細錢咧。好啦，嗱，公祭詞咧就一間，你哋兩位嗱，就揸住到，咁就改到啦喎，冇喎，我一般姓名咧就係九三嘅，咁我會叫九八八兩。我真係唔得。在法律上是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，不容他人介入。虽然你们的婚礼没有世俗或者宗教仪式，但你们本人和现时在场的人面前，当众表示对方为配偶，并为此签名为证之后，就成为合法夫妻。请双方交换戒指，请男方。请双方宣读誓词，请新郎。我请在场各人见证，我林俊文愿意你黄小明为我合法妻子。请新娘。我请在场各人见证，我黄小明愿意你林俊文为我合法丈夫。请新郎祈求花。在这个位置。
嘛，都係講我呢邊啊，先嘅。咁都係依家同學試下嘅，要咩二兩張 ？OK。